一层两户3000万一间，只要打孖上，成层都系你嘅。搭一个综合车去西南角富林，我哋就搭巴士到长靖，咁睇到大概6点钟，咁睇下可以影一影个日落，就咁简单。麦多利道301号睇呢个 VC Victoria Co 几靓嘅，我哋上去望下。VC 在整个区域来讲都叫做荷林鸡群，整个区域都是矮的建筑物，而它是区内唯一全新翻新的高座建筑物。它的入口可以在地面或者停车场上都方便上落的，上到来会见到一个平台泳池和一些公共活动空间，最重要就是两座今日的主角玻璃幕墙面的楼。这里最煞食就是望到的海景，尤其是黄昏这段时间，我想象中嚟，我都几中意景画。平台呢层除咗泳池之外，仲有啲会所设施，例如桌球室、草地、儿童游乐室、function room。然后就入到大厦，一楼就设置一个24小时嘅健身会所。哇，咁呢个有啲咖啡机啦，佢就执紧嘢嘅。呢度就24小时嘅健身会所啦，咁管理费又包晒。咁呢度有换衫嘅位置啦。如果一二单位打通就好正。咁就一层个，一层一户啦。个空间可以两。之后我哋就上楼望下啦。咁都唔系私家 lobby。但是一层两户买齐两间，咁就是私家 lobby 啦。1367尺，哇！佢系一个 L 型嘅 shape 嘅，而家最靓就一个海景。靠近厨房嘅位置系一个饭厅，再向前行就会见到一个大露台。似呢种露台就要旧制先会起到咁大嘅。望出去景观系非常之沙色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咁黄昏，好壮观。同大学国嘅云社一样，有窗，好正啊！间房好大啊，有衣柜，三边落到床，然后一个梳化位，然后一个书台位，好正咯、啊！细房都咁大。呢边就是书房，哇！书房景观是最靓，即是你每日喺呢度做嘢，望住海做嘢，你系骑喺人哋上面，即系呢个位置，我设计师好嘢。主人房，哇！张床啦、啊，山景、海景，睇下日落。主人房的浴室有齐四件套啦，云石面啦，同埋有个大窗。我哋再睇一次个厅，然后转入去厨房嗰边望一望。呢个厨房好大，系一个 U shape， 基本上成 set 家电有 Mila 啦，然后一个双门雪柜啦，一个柜啦。呢个厨房7个人都得，同埋呢个厨房都有海景。你煮飯洗碗望住往海洗咧，會唔會爽啲咧？呢度就工人房，你唔好話我知工人房都有海景咯。然後呢度就有工人嘅廁，呢邊就係垃圾房，呢邊都有海景。成間我哋就睇完似呢間1300尺嘅三房套海景單位。发展商的意向价大概是3000万一间，一室和二室是很相似，两间打通就拥有一个私家 lobby 啦，一个大型的厅，6间睡房，而最大特色就是成间每个位置都很有海景。似呢种单位，你哋又中唔中意咧？留言话我知啦。今日节目就系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